一，我也是，我是啥呀，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啊，不吹牛逼，从小到大啊，就没有我想认真完成一件事他完不成的，明白吧？就游戏之中啊，电脑这方面，聊一下，知道吧？你好，猴哥，你是什么？猴哥，你是什么？你是坏人吗？我是废物牌。好，那没问题。我是，那你现在立马玩好春丽 NPC 啊，集合！大家这把就看凝聚力啊。要时间了啊，要时间。我能完成，但是要时间。我傻逼了，是魔方，大概率要死。不还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死我也要把真相说出来。但是，咱们等会能，我不说，我们等会谁弃票，谁弃票慢，就是想害死我。我先不说，我说可能会害人，我要把这事情硬拖，你们别打问号。到时间给我弃票，我盯着谁弃票慢啊，谁就是狼啊，谁想狙我，我是模仿，反正我帮不住了，好吧？有人帮我刀了出来，我弃票了啊！来，准备三、二，别打字了，一，准备，我看谁投的慢啊！弃票，弃票，都不投，好，等我。谜语人呢？意思我们现在弃票吧。等我死呢啊！我先说一下，我们还要聊吗？我们要聊一会儿吗？聊呗，同桌聊呗，聊没啥可聊的。哎，我跟你们讲，那个呼呼自己是小丑。我在右边，崔婉莹在左边，然后崔婉莹进去娱乐室了，她可能没看到，还有一群人站在娱乐室里面。C 哥过来就把我吞了，轰轰一个人从那个剑桥过来，然后把我狙了，我投的是轰轰。讲啥？自己小丑，过了。哦，我没听懂轰轰在说什么，但是我是站在娱乐室外面那个监控底下，我看能不能挡住我，然后就报警了。我和孙悟空在一起，我一直说有没有人聊一下，有没有人聊一下，然后最后是和孙悟空在一起的。孙悟空应该在做任务吧，那应该可以进去看一下任务条。过同桌和笑三弃票最快，是不是可以说就没有那么坏，听你们怎么说吧。过我不觉得，反正我是纯乐子人啊，我听轰轰说要表现凝聚力，我就特地弃票弃的慢一点。同桌他说他的意思我不知道是我听错了，他说 NPC 把他吃了，然后意思是轰轰给他刀出来的，是这意思吗？后置位这个帮我重复一下吧。那我觉得同桌不一定是好人啊，我过了。我没有在做任务，我在聊天呢。笑三，这把笑三我铁宝了，那么长时间笑三跑过来没把我嘎了，我搁哪呢？我想想啊，我在那发动机那个地方我都没动的，然后笑三过来说是有没有聊一下，我寻思那聊吧，他已经身份告我了。轰轰他没了，不管他是什么没的。 C 哥是那个鹈鹕，但是我跟你们说啊，我有两点能投出去通猪投。首先第一点是因为这个场上啊一共死了一个鹈鹕，对是不对？说明什么？这波狼人一定被吞了，狼人被吞了，这个所以才死了一个人，死的人比较少。第二点，我已经从同族的语气中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一把他就是个狼，而且他投票了。他为什么投票？他是一个好人，他能投票吗？不可能，笑三我保了，那他一定是个坏。拿下，兄弟们，过。这把没什么信息啊，但是我通过轰轰的发言能分析出来一点东西啊。我觉得吧，轰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己是模仿嘛，这个是有模仿。
说自己是模仿嘛，被人发现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好人的话，都喜欢看乐子，都不会点跳过的。就点跳过了里面，我觉得一定是狼的，他想排除自己的嫌疑，打反逻辑。我这把我就在外面一个人单走啊，就是绕着那个圈在那绕圈，所以我觉得同珠和笑三里面肯定有狼啊，我在里面随便投一个过了。楼上长得听起来很聪明的样子，好像很有道理，我顶楼上过。嗯，我听着也像同珠说的狼，因为轰轰是个模仿，但他并没有说出是谁刀了 NPC。同珠说什么被他狙了，然后他还点了轰轰。刚刚我没点，我是因为我在想说轰轰有没有可能自己到加拿大来骗我们一手，但这样看他确实是模仿走的。Saki 过个票吧，过。OK， 我觉得豆腐说的有道理，猴哥说的有道理。我觉得我这把可以先出同珠，为什么？因为轰轰的发言就是他中心意思就是自己是模仿被救出来了，马上死了，因为他出来就摁了报警键。我得等着他死呢，我故意不弃票。那先出同珠吧，出同珠，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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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我说的也有很有道理，怎么不说我？不夸夸我？小白哥不敢说话，是不是？芒果说的也有道理，嗯，不敢说话，快跑，怕暴露，好，五哥，不敢说话，对。小崔呀、啊，我已经将你识破。来人，给小崔拿下！小白哥，小白哥，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给小崔拿下！我重要的事跟你说。哎，我盖住你！你看看，我盖你下。我要囊小白哥的，不小心把笑三囊了。哎，嗯，无所谓，把小白哥投了，我觉得可以。他追着胡哥跑呀，他肯定不是个好人。我觉得可以出小白哥吧。Saki 你觉得呢？我觉得同族肯定是个狼走的，过。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能不能认下。但是他刀的笑三上马是在轰轰怕被狙的时候就他跟同族弃票了哦。他有可能不是个好人。嗯。但是为什么要出小白哥，听下小白哥怎么说吧。我不建议出小白哥，过。我就只是单纯的在追着猴哥跑。因为猴哥一直说我不讲话，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过了。我看见猴哥一直说要刀小白哥，然后在那个实验室报警的右边那边站，那个笑三站在那里，然后小白哥和笑三重叠了，步步就动了一刀，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我过了。哇哦，那就出小白哥呗。步步都被狙了，你能人不是个狼狗不能吧，出小白哥吧，听猴哥发言，过了。出完小白哥就出猪猪，还有没有警长？有警长将猪猪拿下。他现在还不投小白哥，他能是个什么？他一定是中立了，先出小白哥。行，那要投小白哥，我等我就给猪猪公主拿下，过了啊。好的，顶楼上。猴哥，我这个东西只在下水道敲木鱼的，你没听到吗？我说实话，上山去屠居也太扛不住鸭了。你没听着吗？你们扛住鸭吗？你没听着吗？你能扛住鸭？你没什么骗吗？你能扛住鸭？我没欺骗，我狙击轰轰，我这把真力，我这把力大功，没有人听到，没有人听到我，这把力大功，我这把大功，我单手吊出一匹狐，然后吊出一匹狼。跟你有什么关系？要不是我一说鹈鹕，谁能知道这是个鹈鹕啊？你死之前连个屁都没放。你死之前跟死你们有什么关系？人，这晚上废物了，笑三怎么不杀我呀？我好奇怪呀、啊！为什么往那里面走？倒点水，能别赶我吗？行吗？里面有一个好人，好人 ，no no no！ 是小三叶杀手吗？
这个哎啊你饿啥啊朋友们要闹肚子了吃到粑粑哎呀你别放弃呀唱首歌要不唱首歌你这个真的有点离谱了C 哥你真的说实话我看到的是小白哥把他叼走了我还在说为什么你报警呢、这个、我以为小白哥专杀杀了他你自动报警了真的你这么说我铁跟着你投小白哥是的是我也看到好像是小白哥动的手我这一波是倒钩你懂吗我这一波是倒钩其实刚刚的那一波是小白哥真的真是小白哥动的我说了小白哥一般跟在一个就是跟在一个小团体后面他不停的重复一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哪怕我是提不走的那这一波朋友们我跟你说警长等会来刀我认刀先把小白哥出了行吗芒果发言吧我发言反正我这把跟大豆腐走一起还没遇到别的人呢我们俩都在发动机小三点不点那么快干嘛这啥意思啊小三我过了虽然 C 哥现在是鹈鹕被我们大家知道了但是这表明什么问题？表明 C 哥不会骗人，是一个值得相处的人。C 哥，你银行卡密码多少？我过啊，我跟芒果差不多，信息差不多，就两个人在发动机，就说了几句话就报警了，过了。OK， 顶楼上过。轰轰掉线了，我决定讲久一点，这样他连回来他还是活着的状态。那这把没啥好说的，说实话，因为 C 哥一直在说小白哥有问题，突然小白哥旁边不消失了 ，C 哥直接单独九九草莓的，啊一声，我水晶飞机儿的尸体了，哎，没啥好说的。兄弟们，今天办卡差100张，飞机差6架。兄弟们，先投 C 哥，我们超粉团两个任务，给他拿下一下呗。然后小白哥，但是 C 哥怀疑小白哥的时候，小白哥也没讲话。超粉团然后就差两个任务，但是 C 哥是吃到答辩的，所以讲就不好说，进去再说呗。现在就嘎了一个，还有机会吧？大家可以送点那个新厨的那个礼物，有可能会暴击爆出飞机。我就像一个下水道的老鼠，我在他们屁股后面跟着，说就是，他们说我有问题。他们要有人把我刀了，我说我不是，别冲动。他说我没有讲话，没有辩解。谢谢单中九九草莓，他是最后蓝蓝顶下轰轰轰，他哭很久的两个出 C 哥吧，盛典飞机儿，谢谢。那么出 C 哥吧，谢谢藏毒。朋友们先别着急，别投票，我帮你们吃狼，你们把小白哥出了。我们投完了，我们都投完了，都投完了，你们早点说呀、下一把，下一把，哎，现在走吧你。好，你可以开局就说。感谢蓝蓝顶下轰轰的，没事，说不定一会儿我们就在阴间相会了，可爱的西西。阴间相会的，晚安了，西西，送个人下去陪你。两星福星过不过呀？过呗，兄弟们，可过。这谁呀？泼猴哥改名了。不知道，小白哥就是那种人人喊打，我感觉。豆腐这个走位咋不像个好人呢？就是好人，开玩笑。不像个好人啊！怎么这么多人？你们每次都在这集合的吗？我别动，在聊天。别着急，别动，谁别动？我不动，别动。猴哥说的就别动，都别动。不是，能不能动一下？能不能动一下？动一下。猪猪为什么动？猪猪为什么？我先请外出出任务。OK， 猴哥，我跟猪猪申请外出出任务。好，去吧，去申请通过。什么情况？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一般，哎，算了，不说了。哎，油炸鸭子。我做了一个任务，刚做了一个任务，我贴好。好吧。什么意思？你做的啥任务？一会。OK， 那你电视来了，好，哎，西巴拉，，干嘛出手啊？
然后另外两个是我看啊，马上都完事儿了。哦，有个挂机的，都是小白哥，老公。哎，校三刀人了，我没有。朱校三，还有应该是有，还有一个应该是油炸鸭或者是芒果。我过。嗯，芒果和沙 K 外出做任务了。轰轰是掉了的，同桌是报警人，我出了一刀，我刀的是大豆腐，大豆腐把孙悟空刀了，我就把大豆腐刀了，然后右边还死了一个波神，是油炸鸭还是崔婉莹，我没有看，我没看清楚。那油炸鸭我一看就是坏，我跟你说，但是我没敢点，我怕他应激给我嘎了，所以我呢，出他吧，我就一直没说话。哎，那么就出他过。我听完这个发言，我怎么觉得油炸鸭不像好人呢？校三这刀能认啊？这个我跟猪猪是无敌牌，好吧？反正你看吧，你归票吧，因为我们俩在外置位一起做任务呢。我过了，我听猪猪。事后诸葛亮了呢？过了。我刚才没说话吗？我刚才说的原话是，我说。那先把小白哥。我说，我觉得。同桌说小白哥刀人了。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呀？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呀？谁要么是谁，他没看到我。我们没人点他，我怕他油炸鸭硬气给我嘎了，对吧？那出小白哥呗，对吧？然后大豆腐刀了，猴哥被校三刀了，那校三这刀能让？现在跟他们玩，我跟你们说，就是简简单单。过了，我怀疑油炸鸭是小白哥没有啊，你就能他俩都是坏人啊，先出小白哥吧。这么说呢？模仿？你还说我嘴硬？我看到了校三跟油炸鸭斗的人。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说话的问题啊！那你为什么不说啊？对啊，我到了吧？我被拒了，那你为什么要说我了？你模仿人刀人，你踩个你踩个狼，你怕什么？你的模仿身材不如轰轰啊，崔婉莹，你在玩什么东西？你还不如第一轮被我吃了呢！我就是想活下去，还活下去还有什么错？家伙！哎呀，你个废物，你活干嘛？我就是第五，像你第一人就死。嗯，小白哥，为奴对你很失望。你身为一个模仿，这么怂，这么怕死，害得我以为你是个狼。哎，出油炸鸭过了。哎，过了过喂，我掉了吗？喂，喂，我听得见你说话，但他们怎么都不说话呢？哎，你们在说话吗？为什么我一个人？我也听得见你说话，他们都不说话。你们没有啊？他们在说话呢。红猪说呢？没有啊。啊，卡了吗？红猪说话呢？哦，我知道了。轰轰掉线，这个时候连回来触发了 bug。真受不了，真受不了！红猪说这老长串说，真受不了，都没听见呢，那没办法。加油吧，小三。小三都兄弟们，今天超稳了，差五个飞机，一百张办卡，给他过了呗。空空空，活着，懂不懂活着？叫你们好好学一下。错完一个第一堂课，活着。活着，活着那又没有用，你活着有什么用呢？活个屁呀、啊！活着很有用，对呀、啊，活着不就该死到人了？我就该死。崔婉莹，你这个身高，你看这桌子，你往这桌子下面一猫，你不就活了？你是网络霸凌我了吗？为啥？哎呦，破猴哥的三驾圣典飞机儿！谢谢蓝莲汉的卡宴车衣，他两架飞机。是的，我在偷窥，刚才旁边芒果在当保安。我是保安啊，谁过来就给谁刀了。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进来了吗？进来了，进来了。哇，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的什么破电脑啊？直播了五年，怎么回事啊？你一定要信，我连踩谁都不知道。轰轰，刺客，换两台了。
不是，我第一句没骗你。哎，不是你那电脑说了安全词的，你那个电脑是坏了吗？你第二句没说安全词。我感觉重装安全就好了，但是，网管觉得没好，要通宵帮我吵问题。哦，网管人真的很好，而且你给他你大米他都不要。就是你对我说问他要地址，他还会说你。那我给你搞十几。谁是网管？你们怎么都有网管？网管谁？我也有网管。谢谢抱着猪猪撅猴哥，我也要网管。我传给你，网管人很好，网管是崔婉莹他的亲爹，哦、他对崔婉莹就跟养了个女儿一样。哦、是是的，他对他对崔婉莹特别好，那个很厉害的网管。我们都是沾崔婉莹的弟哦，我也是沾了崔婉莹的光，沾崔婉莹的崔姐，崔姐，我电脑也崔姐，我都不知道崔姐，哎。嗯，为什么、哦、这么拽 ，C 哥？这么拽，这么拽，嗯 ，C 哥当着面儿，算了，你们说一下子吧。红红波神全在那儿呢，过呗。我开局跟猪猪还有油炸鸭一起走啊，然后油炸鸭好像突然就掉头了，但是他没有刀这个人啊，过来。顶楼上，我只看到新车刀人，谁哥结果过来说躲别动，然后手起刀落，把小白哥刀了。听一下他怎么说。我的发就没见过这么拽的。从饭堂里面拎把刀出来，在门口大喊一句都别动，然后就砍了。我刚才在说转营这网管真好，看到他的光呢，他就死了。不知道过。我看的是一个不像个好刀啊，因为他喊着都别动过来刀了崔婉莹之后他都没有报警，猴哥是站在我身边差不多的，走过去还拍到了警，那证明 C 哥他刀完崔婉莹他根本就不想报警嘛，他肯定是想等能再开刀，在我看来 C 哥这刀他就不好啊，过。OK 啊，捉住公主发言，我现在合理怀疑这是一场情杀案件，就是婚前谋杀。干嘛的？就是一个傻子，一个哑巴，怎么能指的是孙悟空受蓝莲汉呢？我还以为是猴哥刀了人秒拍，因为我看到，因为我是从下面走上来的，我看到猴哥站在那个尸体上面 ，C 哥已经往那边走了。谢谢李十三。然后听 C 哥怎么说吧，我之前有见过小白哥和少三，少三一复活，一开局不是一复活，一开局就在那边说什么身份，什么身份，什么身份，我没人理他。那出题的人是谁呀、啊？聊一下，然后他问小白哥，什么身份？他跟小白哥贴在一起，小白哥说什么身份？哼，你爹。然后就这不一个人吗？然后布布他们就留在上面，然后拍进来小白哥没了，哎，有点好笑，我哥。是的，崔婉莹说是我爹 ，C 哥大喊一句让开，就把小白哥刀了。我信 C 哥是好刀，渣男小表弟，他把我爹刀了，我。我这个身份我得溜达，我去我该去的位置，然后我们把麦克风交给 NPC 过来。我只能这样跟大家说。如果我是一个不好的刀，我怎么可能会在所有人的面前一刀嘎掉一个人？对是不对？懂是不懂？明白是不明白？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正义，就是这么的果断，这就是我。你看，哎，给他骗到了，哈哈哈哈！我是警长 ，Go。OK， 反正 C 哥这刀我是能认的，为什么呢？因为 C 哥他跟我单独处过一段时间。我们俩在娱乐室单独出来聊了几句天，他那个时候 CD 大概率好了，他也没嘎我，所以我觉得 C 哥这刀能认的。你 C 哥，你给我说这刀小是笑三刀的小白哥，我都信，真的，我过了，我保一下 C 哥，跳过。C 哥都能骗人了。西哥都能骗人，西哥喜啦，西哥喜啦，我是警长，我是跟踪者，戏道变了，我操，这是什么戏道啊？我是通奸我呀，我认猪猪是一个好人，我西哥喜啦，西哥喜啦，西哥喜啦，崔婉莹被刁了以后也是一条狼，两条狼都喜了啦，让我去找另外一头狼，杀红红，另外一头狼。
杀个吧，杀个吧，猴哥，芒果走，我好卡呀、啊，怎么这么卡？好吗 ？C 哥出出战吧，你去吧，别着急，我朋友，我能给你们震，我掩护一下，可能会被刀。来，我去，偷偷来，你说你要想什么？我掩护你。我跟你说，刚才你说我的时候。同桌怎么不报身份？滚！好、啊，坏了，好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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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那投芒果吧，芒果不说话呀，不是不报警啊，芒果还在那啊呢。哎，但是芒果，如果芒果是个坏的话，他怎么能不补刀呢？这意思吧。现在反正在我这就俩，一个芒果，一个轰轰。这俩头不这么好玩了，这个你们看着头吧。啊，过过这把没什么信息，然后我觉得猪猪是好人，过了啊。顶楼上滚！我也是好人啊，我都跟家没信息，我都不在你们那儿，这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同猪死了，你们咋不聊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了，你们就上来就说 C 哥死了就好死，那同桌呢？对不对？我不清楚，我不在，好吧？你们说出芒果，现在芒果怎么说呗？那你们要出我，我是不认的，我是好人啊，我不想死，过。那人家切克都行了，你怎么不报身份呢？大豆腐虽然认我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什么好人啊，他虽然跟我走了一段路，但是完全没有说他的职业啊，反正我是模仿。啊，我接报，我是魔法，过了过了。我是侦探波神开局，他之前吼了，他是跟踪，我觉得可信。Shaki 模仿也还可以，猴哥两轮暴击人可信，那都行，不行给芒果整死吧，过。我是观点，轰轰为什么不报身份？你疯狂撇清关系，童子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过了。我上把就说了，我是个刽子，我心界啊，我都说了我这个刽子，我上把就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啊，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我是个刽子，我可以给你们证身份，我说 C 哥来了来给你证，那就出轰轰呗，轰轰没拍身份，焦点位轰轰，你不焦点位不拍身份，我过了出轰轰。哇，狼人逃不掉的。你看轰轰都嘴硬都不嘴硬一下，直接不讲话，哑巴了，我加拿大，哑巴了，你还在嘴硬，你加拿大，你能不加拿大，你加拿大，我不信，凌晨四点，你加拿大睡不着，这凌晨四点还是睡不着啊。大豆腐好像给我报了侦探，然后笑三一开始也说侦探，听一下什么身份吧。OK， 那就是他们俩里面出个坏呗。大豆腐什么身份、啊？什么身份、啊？你没听见啊？锁匠、啊，你们俩为什么你之前说他侦探？最近有点习惯。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我拍个景吧，应该是没有鹈鹕了。我觉得鹈鹕应该都死了。这个，而且现在应该剩一个坏，这个坏他出在这个大豆腐和猛。不对呀、啊，大豆腐不是说他做任务了吗？怎么没有任务条呢？反正就大豆腐跟芒果投一个。你们想想吧，猪猪归一个票吧。不行，猪猪归不了票。猪猪这个位置是第二个方啊，第三啊，可以归过。猪猪直接归票。我从来没说过自己做任务啊，我也没遇到过猴哥，我一直就是几乎这游戏大半部分时间都跟猪猪在一起。然后上局就跟他报了，我是锁匠，可能是个转角，他没听见，他说我没报身份，给我气死了。好吧，我觉得猫不吃芒果有问题。而且这一轮的话，这轮有死人吗？我不太记得了。然后那个我是在娱乐室的，如果有死人的话也不是我动得到啊、哦、过了啊。在大豆腐跟芒果里面出吗？在大豆腐跟芒果里面出。出于分析，芒果的发言比大豆腐要中气一点，我会选择出大豆腐。出于情感，大豆腐跟我走在全程就是走一路，我会选择出芒果。那么出谁呢？小三鬼啊、油炸鸭鬼票吧，好吧，油炸鸭鬼吧，过了过了。
我是第一个到那个拍林娜的，波神没了，没有人注意到吗？波神没了，我没有看清楚谁是后进来的，但是猴哥应该是第二个进来的，进来溜达了一会儿就拍溜达了一圈就拍林了，我你就在家，你是丢吗？我也不知道，还是你外面到人了？那尤丹阳你跪吧，你说个我听听，你说的我不信的话我就出出谁，我就出大豆腐了，过。我在娱乐室看，我看到了芒果在里面，其他的我不记得了，怎么办？就这样没了。我们出谁、我不知道出谁，你说吧，我过了，我觉得我可以出。还要出我？那你告诉我外面那个天面修罗王波罗是谁刀的呀？我猪猪孙悟空笑三，我们四个人在娱乐室，好像还有个大豆腐。另外这位这个天面修罗王波罗是谁刀的呢？油炸鸭，不会是你刀的吧？怎么还什么都不记得了？失忆啦？我是上星界啊，出油炸鸭呀？那外这位这天面修罗王波罗不是他刀的吗？外这位死了个人啊？萧三都说了，我们五个人在那个呀，我们五个人在娱乐室，那外面这个千面修罗王波罗只能是尤达亚刀的，过了，出来大家。千面修罗王波罗在娱乐室吗？我们不记得了。油炸鸭不可能是坏呀，我投一手大豆腐。不可能是油炸鸭，油炸鸭不在我旁边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在医疗室。完了，会哎，猴哥，猴哥都在那。会哦，不不，这没人投他吗？啊，只有我投了他一票。我在猪猪脸上。会，没有拉铃了，怎么办呢？这迷中之谜。没有拉铃了，怎么办？猴哥，你那猴哥，我是不愿意相信你是那个鹈鹕的。我肯定不鹈鹕，我三轮报警人呢、但是我提火，但是没有，我还没搞清。没事儿、我会出。OK， 我会出手。好。OK。怎么还有刀啊？好像也不是那么很好。大豆腐是鹈鹕，笑三到了油炸鸭。那咱们先把大豆腐出了呗，对吧？先把大豆腐出了，过吧，过了。可以啊。把大豆腐出了吧，过。那就先把大豆腐出了呗。好，我也不知道笑安这刀是不是好刀，反正先出大豆腐呗。你他妈真是加拿大呀！狼人不会这么无情吧？不会这么无情吧？大家都是一起共患难的战友啊！我这是 SB 呀、我都没有想到还有刀的，我叫早了。哎，你我去了，快了，起票了，大豆腐啊！好，对呀，黑暗的赤狼，你们躲起来，可以躲起来，加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想，我们还是得关灯，还是得关灯，你知道吧？为什么真的是加拿大呀？这不是关不关灯的问题。我说了，但是如果你做任务的话，你这个战场玩太low了。No， 不是我不来了，也不是吗？火灾不行的不，波之下不说了，波之下，波之下干嘛都行。波之下，猴哥的评价，波之下坏了，该开任务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感觉鸽子要野了，幸运了。哎，小三是个废物啊！小三怎么了？鸽子就鸽子，哥哥在我心里聪明的形象已经没了，完了。哎，哇，今天鸽子胜率也太高了吧！我们今天好像十把六把都是鸽子有。是啊，我们还没太喜欢抱团了，还得慢一点。小三，我没想到你会死的这么快。我发现太遗憾了，太遗憾了。豆豆，你觉得我是功臣吗？但是我们三兄弟，我围着我，我知道你是鸽子，但是我想去吃了。这种感觉太棒了。